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带来了钓鱼台给小朋友们玩。打开开关，小朋友，学习乐园鱼儿游起来了。打开音乐，电影呀。侧面的框子里可以放鱼哦。可以用渔网咬着玩，一下能咬很多。上面还有滑滑梯。海豚能悬浮，很神奇吧？我这里打开了呢。海豚都到钓鱼台里来了。小朋友们喜欢这个钓鱼台吗？喜欢记得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